有可能让年轻世代发光发热的舞台。现在就有网站业者跟学校建教合作，让学生进入职场之前就有实战经验。以妈妈关心的议题为主的网站跟大学数位行销系建教合作，透过技术交流、实作参与以及课座教学三大方针，让大学生实际参与市场运作。除了共同开发平台新功能之外呢，也实际参与行销工作，希望学生从实作当中培养出市场的敏锐观察度，从学生实习开始学习商业模式，让创新的想法更具有落实性以及可行性。